全球的趋势一定是走向个人的 tailor made 客制化这一块，因为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一样，每个人的皮肤状况也都不一样，就是说身体的压力的这个呈现也会从皮肤上面所显现出来。体验到 Osin 的无感养生椅之后，当我躺在那一块蛹的形状的感觉的时候，那种很宁静，然后身心灵放松，好像重生的感觉。那你在这个15分钟起来，你起来的时候身体会觉得很轻松，内在的平静我交给内观，外在的平静我交给 Osin。